弄得我这衣服和我这头发和我这衣服怎么整的就。她是我婷姐，今天我们决定呼吸大自然，回家真好。除了亲人，这边还有挚爱的闺蜜，他们会带着你吃喝玩乐，还专门负责车接车送。因为这次疫情，我们一直没能见面，在家隔离了一个多月，终于可以一起出来透气。在一起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题，聊不完的八卦，拍照要美颜，视频要半身，这是我们始终不变的默契。回家七天了，她每次都要从130公里之外的长春开车回来见我。一年一次的相拥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被记录。好友不再多，人生得以三五知己足矣，谈天说地，畅想未来，互相勉励，共同进步。地狱不是距离，时间不在多少，只要知道对方过得好，在哪里都会被祝福。从女孩到女人，从幼稚到成熟，我们是彼此青春中的参与者、见证者。见证最多的，我想也是在变二的过程中越来越二。没办法，谁让我们是青春无敌可爱美少女？对此人设不接受大众反驳。我是楠木，一个撞了南墙还会把它拆掉继续前行的女孩。不行了，我的手，哎，不行了，我的手拿下来呀。